这摆好了，可能是中华普信乡代替油漆上的乡亲是好老客，其中亲友代表新的人，拍入清朝民间武技人王友南。王友南当年抢命，也会做传统抗体瓜子。唔过问后生的，讲武技人王友南系乜人呢？伊都后生一批的，拍入唔敌老祖公的历史的，抢敌一年的祖先系行人。前面外歌手和中华人不心胸，武技人王友南个子孙要准备澎湃的神人，以祖国父亲的王氏家族发言词来拜祖公。中国吼啊，福建省饶平县啊，是对十三世祖吼啊开始来台湾，拢总有276年。啊，每一年我拢选择清明节啊来遮做祭拜吼。王友南1872年出世，是步行乡向王家厝开台的第四代，于是三世考到武技人。1894年，其广种的全故乡，但是菜期都唔负插上去，台湾是割半日本。89年了后，伊就家厝后台，只好唔记得了解家厝代表人物。伊属于末代巨人，等来嘛来不及骑旗革啊，因为咱台湾都割到给日本啊。日本时代就是派阮阿公做步行乡的一个镇长。黄耀明是谁？不知道。我有听说。个武举人是谁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是客家的。知道。王凤英讲，虽然王友南得到恭喜皇帝任命做系兵部侍郎，但是佮唔是做过一年清朝的官，实做佮也是年届保身中的一将，佮那流落无愧的王兵，还有太多杀手了的文物，把证明佮系台湾清兵界武技人。客家新闻李新龙，彰化报道。